将近3000山下的斯托尼，剑会单挑第一人带小朋友抓鬼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电脑有点卡，电脑有点卡，组个队，单挑第一人，速度的。带一个凝中鸟吧，带凝中鸟吧，兄弟们。3000山海的斯托尼，好吧，109级。看一下带小朋友抓鬼是个什么样的感觉。变个幽灵卡片。赶紧来人啊，兄弟们，赶紧来人。OK， 兄弟们，我们队伍组建成功，好吧，队伍组建成功，把这个70多级的踢出去，组个等级比较低的队伍组建成功，好吧。天下风云冲我背，给兄弟们领一下双倍时间。虽然说双倍时间用不完，对不对？双倍还是要领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区鬼眼在哪，没有眼脉。我们先来找一下眼，天眼通符。OK， 买三个天眼啊，三个天眼，三个鬼，不能多转，好吧，三个天眼。一日千里，看能不能飞。2000没有变卡片，变了个幽灵卡，不加伤害，2800伤害的斯托尼，四舍五入的话，3300，109级，3000伤害的斯托尼，好吧，3000伤害的斯托尼。我们来看一下抓鬼是个怎么样的宝宝的话也没有打天赋啊。凝中鸟的宝宝，我看一下身上有没有天赋，没有天赋。凝中鸟的宝宝，看一下抓鬼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，应该很猛吧？我感觉应该会很猛。有鬼捣乱！哦，第一个鬼这么远啊，武装冠、啊，给他们领个双倍。天下风云冲我背，年轻人当志在四方。带个鼓，带个大鼓。武装冠第一个。武装冠也开个天眼吧，跟小朋友节约一点时间。兄弟们不要说我就带三个鬼啊，每个小朋友发30000，好吧，每个小朋友发30000，没毛病吧，啊，每个小朋友发30000嘛，好吧。看视频别喷我，这号是号主的呀，也不是我的，就所以说每个小朋友发30000就差不多了。就小朋友第一次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第一次见，对吧？带抓鬼的还有给钱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3000伤害的斯托尼，对吧？带小朋友抓鬼到底能不能赚钱？走的暴击流的斯托尼啊，好吧，暴击流的斯托尼，酸伤害一法术一物爆，酸伤害一物爆，不要再给我来武装冠的鬼了。武装冠的鬼太远了，这边的话没有天阵啊，只有虎阵。虎阵的话是被普通型阵法克制的，就所以说可能伤害没有那么高。没有好卡片，我看一下，变个偷袭卡片，白天变个偷袭卡片还能够增加一点伤害。变个小男狗，来第一个血鬼，我们看一下血鬼要打几回合，好吧？3000伤害的斯托尼，血鬼第一个应该也就是2回合，一刀飞机5000，我现在不是特别猛啊，兄弟们。不过我们宝宝是凝中鸟啊，宝宝有凝中鸟啊，兄弟们。哎呦，怎么飞都这么多虾呀？一回合怎么飞这么多次啊？我操，这也得3回合嘛？耶！我这也得3回合啊！我还以为两回合呢。哟，3回合！哟，这得4回合，三个油爆，不
出现了有吧，得四回合。那这抓鬼效率也一般啊，兄弟们，再来一个。我还以为抓什么鬼都一回合呢。林中鸟，看来想的有一点点多。我们再来抓一个，来一个酸看鬼吧。我还以为飞机都是一万一万的飞呢，兄弟们。来，别换、啊。宝宝给兄弟们看一下，有些兄弟们没有看的，给兄弟们看一下。有鬼捣乱！朱子国，朱子国进啊，朱子国进。十九的七三，飞一下旗子吧。别来学鬼啊，大哥！酸看鬼，酸看鬼，那包是一回合，好吧？酸看鬼的话，百分之百一回合了。哇，一刀一万，真的凶残！这大飞机真的，只要出暴击就得过万了。看一下暴击几率有多少？暴击几率10%。最后一个鬼，除了抓血鬼的话，回合数多一点啊。抓其他的鬼应该。都可以啊，你看这队伍里面传来羡慕的目光，发个武器给兄弟们看看，好吧，发个武器给兄弟们看看，这也太暴力了吧，发个武器给兄弟们看看，也就是17段16段，对不对？ OK， 看完之后的话直接离队了。我这个不叫带新人抓鬼啊，我这个叫劝退，好吧。最后一个鬼了，马面兄弟们，最后一个鬼了，我们江湖再见。连环计，看一下宝宝，林中鸟的宝宝，一二三四五，就三个。哎呦，这妈没出林中鸟，不是每个人给了你们30000吗？林中鸟，哎呦，这怎么都不触发林中鸟啊？这宝宝，这宝宝应该要触发林中鸟啊。我就想看看宝宝什么林中鸟嗜血追击，给宝宝加一把野兽资历，来一把林中鸟，林中鸟嗜血平砍触发嗜血追击，嗜血追击有没有触发林中鸟？这林中鸟怎么这么难触发、啊、兄弟们，是不是没有嗜血追击？这有嗜血追击啊，按道理宝宝也能飞机啊。平砍触发嗜血狙击，凝中鸟再触发一刀凝中鸟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江湖再见，江湖再见。我给你钱，给我钱也不要，好吧，我们江湖再见。